你跟我急有什么用啊？反正那个薛大师的脸好了，就得跟我爹。南青，你说的对。哎，真的假的？钱财，这是王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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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王爷。王爷，咋了？心情不好啊？没有。你们刚才聊什么呢？王爷，我们正想跟你说呢。那个梅三少不是娶了九王府的郡主吗？我们正在讨论，他和小丸子谁比较漂亮。那郡主漂亮用的怎么样？难不成你还想要绑回来当压寨夫人啊？哎，要娶也轮不到我，肯定让给宝爷呀。也是。王爷，如果真能把郡主绑回来，那咱们青龙寨就双喜临门了。不就是个郡主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这就把他抓回来，献给义父。有了郡主，义父自然不会惦记我的小丸子，也可以报了梅三少，上了一个回马枪的仇。梅世清，什么破名字，这么难写。烦死了！你还不如没名字，叫没名字好。先休息片刻，稍后继续。既然你这么困啊，你是不是打算放我一马？真是老天有眼，大冰山居然有怜香惜玉的时候。就效仿古人的头悬梁的苦读之法吧，怎么样？岂止不是人。我警告你别闹啊。不是，放开。等你多久把字练好了，我就把你放下来。不是，我真的求求你好吗？我求你，梅大人，梅大人，我求求你，小丸子跪，不是我跪不了，我跪下啊，我跪下求你啊啊！我求求你，都求求你大发慈悲，我这样太难受了，我真的求求你好吗？梅世清。我警告你啊，你这样非常过分，知道吗？你不能这样。哼，我是你妻子，对不对？你是枉为人夫，你这样你就省省吧，过早的让人头疼。把字练好了，我回来检查。你给我站住！你给我回来！我不写，我告诉你，我告诉你不写，你给我回来！不回来我就把车将军府的人花样可真多呀。梅世清，我警告你，这样一点都不好玩。看样子这位就是郡主了。看背影